皇上听人说，贾府主主也妻子不做。贾府说，虽然他爱替主主，可是技术不怎么样。贾府问红霞，常运动吗？红霞比贾府很扎远了，红霞很少运动，有时候周末和他的朋友一块去爬爬山。贾府问红霞会游泳吗？红霞说会，跳下去。不是问题，想上来就困难了。好，